号，迪丽热巴一套照片突然在日本某社交网站上走红，被日本网友大赞中国最美女明星迪丽热巴，女王感十足，太耀眼了。照片中的迪丽热巴身穿黑色抹胸晚礼裙，头戴皇冠，红唇玉肌，这组照片仅仅48小时不到就收获了10万个赞和超过2万的转发，并且名列热搜榜第二名，同时也引发了日本网友的争议，质疑热巴并不是天然美女。随后便有网友晒出热巴小时候的照片，证明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，怎么可能整容呢？芒果拉新闻，我们的热巴小姐姐真是美出了国门呀！好的。